林总，怎么没来上班啊？我身体不太舒服。方案呢？嗯，50万的单子要是因为你丢了，你就完蛋了。啊，我马上去找。乱糟糟的。幸运棒？难道老天？林总，我找到了，你别担心，我加班也能给你赶出来。别，50万而已，身体要紧。这些文件的话我会安排人来做的，好好养病，好好休息，养好身体，我先走了。这些事情你又不用负责了。我又做错事了吗？这两位是工商管理硕士，这位是营养专家，他们以后都是你的助理。您助理好。以后这些事情你都不用负责了。那我做什么呀？这个月你负责把这2箱货品给我吃完。哎，冰总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阿婷，我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又忐忑又开心，我还想了特别、特别、特别多的东西，就连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。阿婷，哎，他身量刚刚，怎么办呀？什么？这渣男给他打电话，怀了孕还想好找人做他？冰总，你说啥？哦，没事，我就是来问一下你包裹做好了没有。让别人做了吗？两个做，我有事我先走了。好像那时我们都在，当时的事都记得。冰冰，都在一起半年了，从来不发朋友圈。老娘今天就要查手机。第一步，搜索微信关键词，输入宝宝亲爱的，这么干净。一定有鬼，他为什么不发朋友圈？怕情人看见。有爱才变心。没问题，难道真相是我拿不出手？你能拿出手才怪嘞，你这皮肤状态也太糟糕了吧。阿斌当初怎么看上你的呀？放屁，老娘天生丽质。那他就是个深海渣男。其实让他发朋友圈还有一个办法，欧莱雅小奶天冻干安瓶，欧莱雅新品哦。它的烟熏味啊是纯正阿魏酸特有的味道，加上安瓶里的活性 AARG 能抗氧提亮肤色，上脸有注入式的吸收感，不用拍打也能吸收，让皮肤紧致水润，有效解决肤色暗沉问题。记得一天一支，让你的护肤更高效。哦，为什么还不发我的朋友圈？明明都变漂亮了呀！宝贝，擦干怎么样？有什么朋友圈？我朋友你是不是海王？那你忘记当初自己怎么说的了？最烦这种发朋友圈秀爱的了，做作虚伪。人家当时还是单身狗呢。我闺蜜都说了，那不发朋友圈的就是海王。哦，干嘛？恋爱不公开，绝逼有备胎。对呀、啊，单身多好啊，不像阿丁那个铁憨憨。哎，等等。